超市，皇家超市，我惹你的乖乖要热，烧的炒皇家超市。啊。一楼，有，已经把负一楼填平了，啊，灌满了，负一层现在是满的，因为这个洪水来的很急，它开闸很急，我们这些商户都没接到通知，然后突然间它开闸，水就来了，然后我反正我们接到通知是12点多，接近1点钟了，现在正在清理商场。